不幸运在这里当钢铁人。哇，这里好像一个秘密基地一样哎。哦，探险员预备。噔噔。对呀、啊，要走那里呀、啊。因为那里还有很多钢铁，在那里。对啊，哇，就是钢铁。那边还有那个盾牌，那个。对，还有盾牌。那边也有。对。这里不可以进，等一下就会从这里出来。哦。啊、然后妈妈还在那里研究外太空的文字。研究好了没？还在下载。好了，更新好了。